你们以后能不能不用这个手机了？视线离开了路面，车撞坏了可以修，要撞着人怎么办？一老人一孩子，就你这水平，唰一箭双雕，哭你都来不及。其实有办法，做一个手机程序就解决了。比如说你想跟对方说什么，直接按着键说就行了，不用打字。这个手机程序可以跟电话号码连接起来，或者我们可以选择。你是走保险还是自行解决？这个创意值100亿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意。你是走保险还是自行解决？小伙，怎么样啊？我正是三大队的啊，你是专业的，你可不能随便动手。咱有话说话，咱讲道理。谁不讲道理？自己看看现在几点了。房本给你，这钥匙。以后我就不来了。这卡里有30万，还有那车，你把它当命似的，我敢要吗？都给你。别说你是净身出户，我担不起这名声。你看我出来做了一年公司，瘦了30多斤，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知道我媳妇儿一家人怎么着吗？怀疑我吸毒，天天跟踪我，天天搜我，还挺像的。滚蛋！哇，老大，太浪漫了，这是求婚啊！嗯，见过这么求婚的吗？这就是公开的巴结，讨好献媚，走关系。兰兰，你要再不原谅我，你信不信现在我把公司给你滚塌了呀？我们公司是做传统互联网，你吃的是传统互联网的饭，却做移动互联网的事儿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我给你个建议吧，收拾好你自己的东西，从这儿离开。纳兰。美女，方便留张名片吗？二哈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说我怎么能喜欢你这个小笨蛋呢？喂？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请问是纳兰纳总吗？我是那个郭新年。你接待的我，然后你说我那个项目有死穴，临走的时候你给我留的名片，你忘了？对不起啊，我真想不起来你是谁了。二哈，我们走。你跟谁说话呢？狗。